大家好，我是一闪一闪的徐艺阳，让我来大家参观一下我今天住的地方，我可太喜欢了啊！这个地方叫野牛部落，是不是很吓人？但是没有关系，住的都是人，没有野牛哦。哈哈哈，看，这全是荷叶。完了之后呢？那边是我老家，小时候就烤地头。看这里在烤火，你们啊？小时候就烤地磕头了，烤火。好，他们在烤，这火都没有怎么烤啊？哦，这是很烫的，好暖和。这还有个厨房，虽然不属于我。拿筷子。这是他们的房间，那个房间是我的，那是那个谁的，小野心的。完了之后呢？啊，不必了吧？能做咖啡。完了，这下去就是荷叶的什么玩意儿东西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那边还有人在唱歌呢。哦，好了，给大家看看我。我今天有点丑，昨天的头发也没有拆，就不给大家看了。哎呀，我好累呀！哎呀，我怎么又被撞了？长太高，可真……哎呦！哎，哦，完了，我怎么了？我快坐下吧，太危险了，这个地方。拜拜。